然后这样子呢？很可爱。不是，我是真的觉得蛮可爱的。它的那个主题呢，爱心动态会是它的东西。它还有金鱼会闪。哎、欸，蛮漂亮，真的蛮可爱。它是这个是。这个就是他那个，如果你买他那个买 birth， 然后保护壳里面就会送这个主题，买手机也会送这个主题。手机里面的主题也是这个主题。对，在这个，因为它有四种会轮播，一个爱心，一个金鱼，然后另外一个会是对话框这样跳出来的。哦，就是你要一直去刷那个，你要一直刷它，因为 Vega 有遇到，但其他人的话就没有遇到。这么限定版的，然后Soda还有刷到一个，就是全部都是满版的 BTS 贴纸，但就是看过一次而已。主题桌布就一种，是不是？对，桌布是一种，然后有些内建的 icon 就会变成紫色，然后你进去所有就是我们平常会是蓝色的地方，它都会变成紫色。哦，这里帮我看一下。好啊，我帮你。所以包装盒，包装盒这七颗星就是他们七个人哦，所以紫色也是他们的，紫色是他们的应援色哦。好，所以包装就是正面的这个差别，这是正面。好，开，里面也是，对，这是他们的队徽。嗯哼，开。这包装跟一般版也不一样嘛，就是我记得一般版是，一般版就是，不是我说一般版的 bus 是方，对，方的小盒，它这个盒子比较大一点，这盒子比较大，因为里面多了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它的保护壳。哦，它直接送一个保护壳。对，直接送一个保护壳，然后这个保护壳一样是他们的队徽。嗯哼。然后下面这是他们跟粉丝的一种小默契 ，I purple you 就是只爱你的意思。嗯哼。好，背面这边啊，这个 NFC 就是可以感应手机下载主题的。NFC 透过 NFC 用手机去用手机去感应，这样就会有主题可以下载。OK， 一波亏。可是 NFC 的限制是下载十次，还有哦，下载十次为限。然后没关系，反正就是手机拿过来 NFC 打开靠上去，那就自动跳到那个。OK。然后前面这个最前面装的就是线材，没有就是白色的线材。对。好，所以它配的是白色的线，是 Buds 的本体。这边一样是 Samsung logo 跟 BTS 的队徽，下面有一颗爱心。等一下，开，好，开了。好嘞，手残。开了。好，来。是紫色的 bus， 那 bus 上面一耳是队徽，然后另外一只耳朵上面是爱心，爱心，好，哎，它这个动画没有改啊，对，红色的 bus 它就有，是红色，对，但是这里有小卡，这边拿，这里有小卡，对，然后底下还有一句 I believe in your galaxy， 哎，哦。一个包装盒的小设计，藏了一句话。OK， 这个小卡是什么？卡片里面打开是成员的烟，有七张。好，帮我 run 一遍。那个小卡的背面是长这样。我最后一张秀给你看，就是 logo 跟爱心，很小，第七张，转喽。好，每一张都一样的是？对，都一样。哦，还有做这样，其实还不错看啊。搭紫色，虽然不是粉，但那颜色还不错看、啊。但我觉得紫色还蛮，这个紫色蛮 OK 的。这是低调紫。低调紫。不会像有些紫色看起来就很像很张扬，因为它有点这种金属的，金属镭射光感，金属的光泽，对，它不是那种单纯的那种。什么什么钢琴烤漆那种感觉，它里面有混一些那个，就是好像紫紫的、红红的那种，装起来帮我装一下啊，保护壳帮我装。打开一下，
以外呢？啊，你可以上镜吗？你要戴上去是不是？对，侧脸只能侧，不能正。我早上被拍的时候，发现我另外一边有颗很大的痘痘。耶！拿在这里看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礼拜呢？好。是很美的颜色。没办法，那这个我忘记它是6990元。它跟标准版的，哦，就是贵一千也还好啊。贵一千，但是你预购的时候买会送那个充电板，紫色的充电板。哦，送充电板，所以其实也还好，跟差不多钱啊。嗯，19号开始预购。19号。17还是18？今天十七。19开始。后天开始预购。好。拜拜。你说有人要单独买这个小卡？因为我前阵子看到，就是我们还没发新闻稿的时候，粉专已经有人在帮忙韩国代购，就购这一组。OK， 然后就有人问说，有人问要不要采买这个小卡？对。啊，你说手机的小卡跟这个不一样，一样它是。应该会是手拿着手机，哦 ，OK OK， 哦，对，因为这个卡这边都是耳机，都是戴耳机的，确定不一样，但我不知道手机长怎样。哦，精致小卡呢？而且你千万不能少剪一个人，粉丝会生气，一定七个。这边是七张，这边是七张没错，怎么没有害你？没有一张合照的。合照门太大张，各种 logo。好。